夜心声。Hello， 晴朗夜心声第二节。系啦，好感触啊，好感触啦，我哋听到啲嘢。流晒鼻涕咯。系啊，因为我哋近排睇到 Facebook 系好多彩虹。一打开就哇，彩虹世界咩事啊？你知唔知咩事？应该都知啦啩。应该，我其实就系睇咗咁个相过后咧。睇先。我睇嗰张相先，睇张相。哇！系咪第就系咁个相啦？跟住后屘我就开始问人啦，我就问人讲：喂，做咩事？苏老师，不如最先姓廖姓嘅。姓廖姓啊！嗱，呢个系我第一个听到嘅。嗯。最先姓廖姓嘅，跟住即系讲佢都唔知嘅，佢都唔知发生咩事。嗰阵时应该系星期六。咁佢有冇换咗？星期六佢冇換，佢冇換，即係唔得閒啦，即係老人家嚟嘅咁啊！佢都有搞，佢都有搞 Facebook， 佢都講係咯，近排好多人訪啫，唔知咩事咧。跟住佢嗰度係寫咩 celebrate 咩度啊？一個 app 嘅名嚟嘅，一個 app 嘅名嚟嘅，即係你一 click 落去，我當咩的幫你個 profile picture 改咗依個好多依個 color line。啊，咁就係冇好多個啦，即係六個色啦，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咁應該我哋講嗰陣時已經都唔係新鮮咗啦。今日都係星期二啊，相差都應該四日。幾時宣布噶？即係我爸媽宣布，應該係上個禮拜星期五。星期六。Thank God is Friday 嗰陣時啦。咁就講翻嗰六個色噶啦。咁我就睇到阿 Mon 姐喺我哋嘅晴朗夜心星嘅 Facebook 嗰度就 post 啦。我哋好快咁樣 go through， 即係佢講嘅係代表啲乜？咁你明了綠色彩虹旗的意義嗎？有意義嗎？哦，原來係咁嘅。OK， 紅色代表性愛，廢除惡法，性權就是人權。橙色代表力量，集體展現，我們就是力量。黃色希望，勇往直前，打造希望種子。綠色自然，看見差異，自然展現本性。藍色自由、自主、多元，解放身體自由，紫色藝術，活出自我，創造繽紛藝術。OK， 2014年嘅同志遊行，所以其實我哋咁嘅一個綠色嘅話，其實係跟台灣嘅，而唔係跟。應該係國際咗嘅。國際嘅代表顏色嚟嘅，只不過台灣係 translate 咗華語。明白。OK。咁就呢件事，但大家嘅睇法，我哋都有各自都有嘢想講啦。咁我哋由最細嗰個先啦。點解成日都係最細嗰個先？咁或者左手嚟啦，身子嚟。從那天起，我戀上我左手。男仔成日用，而家你唱佢嘅歌啊，咁你係咪一定要講佢咧？都得噶。頭先你講嘛，你問啦。嗯，你讲，你头先咪讲咩？讲咩？你讲，快啲讲。你讲，如果系我爸妈宣布咗，你讲，你嗰班 friend 又讲啦。系我班 friend 早一排你 boyfriend 话你嗰班 friend， 唔好讲你 boyfriend。我班，你班 friend， 我班 friend。OK， 嗰阵时一提到呢一个新闻之后，就讲紧话，如果系几十年前，我都唔记得系几年前啦。如果系有嗰阵时已经合法化呢一个同性婚姻嘅时候咧，可能哥哥张国荣就唔会跳楼啦。但系系。亦都好多好多唔同嘅理由，佢會跳樓噶啦。咁啊，呢個阿福強就有見地啦，佢又好似好熟，我同佢唔係好熟，佢唔係咁嘅事，佢好似喺現場咁。不過唔係啦，即係佢已經都表達咗 ，before 佢即係去 pass away 之前，都表達咗佢嘅性取向係點樣噶嘛？即係佢嘅愛人係邊個？而且佢都好勇於咁樣公諸於世，同大家講咗，佢就係要選擇男同性嘅。係啦。哦，咁我覺得應該唔會影響到佢會選擇自殺依個行為嘅，可能係因為佢當時受嘅刺激。或者係佢當時即係社會嘅言論，因為佢係藝人嘛，即係嗰啲明星差唔多咯，接近心理壓力咯，應該係。即係好多人會好唔認同佢咁樣嘅做法，而且可能佢頭同拍啦之間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好多因為社會嘅嘢造成咗佢哋之間平時好多拗叫，咁樣佢嘅壓力一嚟啊，好多即係一路爭到頂唔順啦，就選擇咗呢條路咯。但係呢個絕對係無拉講 Steven 嘅諗法，無拉講大佬咩事？係咯，你咪住無拉講咯，代表我嘅立場。咁咧，其實如果你講，我哋唔好講太多，即係張國榮啦，因為我聽過幾個節目，係有好多人一到
四月份嗰陣時就會開始講最後尾係係真係好專業咁講嘅。So 實質上我唔係好研究啦。So 不過呢個係阿福強嘅睇法啦。咁講翻頭先嗰個就阿芒姐係點睇咧？我點睇啊？即係即係我係尊重同性戀嘅，但係我喺度諗緊啦。如果係萬一第日我仔女變成同性戀嘅話，我接受唔接受得到？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咁大爭議。咁如果係到最尾，自己仔女都係要係同性戀嘅話，因為冇得揀啊，有時候咁樣你係唯有接受咯。因為如果唔接受，可能就變成家仇好弊啊。咁即係呢件事件嘅話，都有一個好不唔係好開心嘅事件發生咗喺我哋嘅唐人嘅娛樂圈嗰度啦。咁你知就知啦，唔知就唔知啦。娛樂圈啫，即係馬來西亞嘅啦，係咩？係啦，我想講啦，你知就知啦，唔知就唔知啦。你好好奇啊！唔講啦，唔好講。跟住後屘，跟住你覺得係啦，因為我哋淨係即係諗下，如果係我細佬或者係我個妹，即係佢係中意同性嘅，咁你都已經係一個唔知點接受到嘅嘢啦。再加上他要面對的是他不怕面對其他人，他可能很怕面對的家人長輩咯。我覺得長輩同輩的話，我們都其實我們接觸的社會已經開放開通了。你不覺得嗎？有很多的或者你講看劇情都好或者什麼，他們寧願即出國去做工，他可以過緊他的生活，他不敢回來面對家人。即係同媽媽講，其實即係如果係女嘅話，其實我係中意女仔，或者成日帶住個女仔翻嚟，諗住咩？後屘唔係喎，佢兩個係真係非同個唔同嘅。但我覺得卑鄙尋常，我覺得並最難面對嘅咧，開始可能係父母，但係最難面對其實係將來可能佢哋愛 adopt 一個細路仔嘅時候，因為好多其實好興 adopt 嘛。啱冇，因為你冇生嘛，出嚟又多一個細路仔，咁樣你個細路仔問你嘅時候，你係點樣解釋？兩個都係男嘅，或者兩個都係女嘅喎，阿爸阿媽都係男，或者爸媽係女嘅，咁我細路哥點樣咧？呢個係啊，呢個都係，呢個即係講佢會有一個唔同嘅童年咯，因為佢會講 ，Oh my father is coming, my another father is coming also， 即係或者佢點講咧？我唔係講嘲笑，我係諗啊，佢點樣同佢交，點樣同佢講？但是除非他是會教到他的，是我們是一個愛咯，我們是一個愛來的，即是他那種愛的話可能會去到宗教那裡的愛，是我可能會愛那棵樹。有看到的新聞嗎？有一個女人是愛了一棵樹，那棵樹是很久不知道是英國的，總之是鬼佬國家，她是跟那棵樹結婚的。想哇即是一種他是登報紙的，跟住是不知道在星州那裡的那種看到的新聞的所以是愛，好愛，好像愛那隻狗愛到咁樣。你是不是要教個仔跟佢講，愛是勝於一切的，所以你是要忘記了其他的東西。或者已經是法律承認了，某個國家法律承認了之後，男同男、女同女都好，然之後你 adopt 了個細路哥，或者你需要 set 多一個 rules 或者是法律去保護呢個細路哥，即係正常、正常生活，正常生活，亦或者係佢係可以、如果你 set 個都係講個細路哥要正常生活嘅話，咁點解佢允許之前嗰兩個係咁咧？唔係，佢唔係正常生活。你嘅意思即係講佢一定要揾翻女或者男，但係我哋嘅即係保護住佢出嚟，唔會俾人有嗰種點講歧視啊、歧視啊，或者去問佢誒點解你阿爸係男同女啊？保唔到噶嘛，因為如果你講佢嘅政府已經承認咗佢兩個阿爸阿媽，即使係同性都好啦，已經承認咗，咁就冇人可以歧視佢哋兩個啊。咁同時間就唔可以歧視佢嘅下一代。啱啊，咁樣即係你嘅，即係嗰個細佬哥，佢已經係你係點樣教育佢咗咯？點樣同佢講話？我哋係因為咩情況之下會有咗你，然之後你嘅生活係點樣？之後你一樣要教佢去正規嘅生活啊，點樣去接觸人啊？到時到後尾到法定年齡嘅時候，佢需要佢嘅揀佢嘅性取向嘅時候，冇人可以阻止到噶嘛？頭先阿芒姐有講啦，佢講你頭先講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噶嘛？你講係一個人其實唔係佢有冇得揀，係咪啊？頭先 off mic 嗰陣時，你可以復述翻啦。其實是我聽我朋友寫的，就是話點解個個人都以為同性戀係有得揀？
即係冇得揀啦，因為本身佢天生本身就係咁樣樣，但係開始嘅時候因為佢細，佢唔明白，佢有啲少少 confuse。嗰個係有少少關於好似我所睇嘅節目，好似嗰啲變性嗰種喎。佢講佢心底裏，如果係講男仔嘅話，佢心底裏佢已經係一個女仔嚟嘅，佢就係等個機會要變性嘅。但係我有睇過好多。冇好多啦，可能兩三個係覺得佢可以同時間接受，可以接男仔或者女仔，女仔又係咁嘅，佢又可以接受女仔，又接受男仔。因為我睇過雙性戀啊，睇過個女仔同女仔喺埋一齊，跟住後屘都結婚嘅，女仔同男仔結婚，係啊，拜啦，真係係咯，所以變咗，所以變咗就會好似頭先福強好快咁樣講出嚟嘅，你話你講咩？唔係講咩？你講你講咩啊？我冇即係你講話，好脆弱嘅時候，即係佢講嗰陣時，我聽到蚊姐講佢話，即係已經由出世已經係自己入邊內心係想選擇呢個性取向，咁我就冇咩認同啦。即係如果係講出世你就愛選擇性取向嘅話，應該係你嘅基因。唔係選擇，我講係冇得選擇。冇得選擇，佢係已經演變咗。佢講嗰句嘢係點解嗰個人以為同性戀係有得揀？其實是冇得揀嘅。但係我是覺得啦，好似你去了實敦啊，實敦嘅年紀之後，你曾經去交往過男同女嘅戀愛，或者男同啊女同男嘅戀愛，好浪漫，好開心。但係因為你受咗某種刺激分手，或者係對方已經hurt得你好痛嘅時候，咁樣最脆弱嘅時候，喺你最脆弱嘅時候，你就突然間翻揀好似。即系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可能当你最脆弱的时候，突然间某个人出现了，他会很关心你，你亦都在心灵上找到这个辅助了，但是对方是跟你同性的，而他又可以接受到跟你相爱，跟你一起生活，那么可能那时候你的思想已经转变了，他说其实这个人还会了解多过一個女性，或者係嗰女性會了解，諗住個男性會了解多過我同我同性嘅人。我明白，我明白，即係喺最脆弱嘅時候，有時候，但係都有好似你話齋，可能一個女仔或者一個男仔佢好脆弱嘅時候，係咪？可能嗰、那個即係默默耕耘嗰個係咪佢真係會突然間出嚟？好想出現添喎，好似及到你好耐啊！亦或者係可能無形中突然間兩個都唔係同性嘅，但係兩個都好脆弱。呢個咪你就好似講到好似 Brokeback Mountain， 即係兩個都好脆弱，兩個一齊做同樣嘅嘢，一齊建立翻自己嘅生活、自己嘅信心翻嚟。佢突然間佢覺得呢個正係我需要嘅 life partner， 你冇嘢㗎，冇影響㗎，即係你好有深究。你剛才跟我說過那些，如果試過擺的話，應該是賣不掉的。我曾經有聽過一個謠言，不過應該是真實的東西，男性，即是男性，如果你是試過一擺通軌，你就回不到頭。你哪裡聽回來的？不是，有曾經有人跟我分享過，他自己本身是擺的。后屘佢讲过，即系如果系男仔，你曾经你有试过俾人入咗去之后，你系嗰种兴奋度同埋嗰种好开心嘅程度系好过你异性配交嘅。所以我想讲头先接佢嗰样嘢就系话，如果一个唔系掰亦都唔系基嘅话，无端端咁俾人通柜未通之前都已经打一拳先啦。所以你就要有那个感情的培养，之后大家互相长远的计划。唔系，你呢个叫做应该系佢需要一种润滑剂。我系咪我又有一种知识就系讲，如果佢哋需要通柜前系咪即系我唔系讲咩啦，即系我会尊重呢个，即系你哋三日前咧系需要食比较清嘅嘢啊，唔会食肉类啊。你边度听翻嚟嘅呢个？因为佢谂紧，佢如果食太多咖喱辣椒，跟住拉咪辣，跟住你下低又辣，系咪咁嘅意思？咁啊，咁样喎，如果佢食好多嗰啲花生啊，咁啊大镬啦，吉到啊，硬咯，即系花生，系咪咁样嘅？即系清嘅嘢，你咪比较清啲咯，然之后冇咁辣渣，冇咁味道重咯，到时候顶唔顺啦。OK， 你所讲嗰个咧，我可以理解到你讲。剛才你所說的男仔，他試過一次，他是不會回頭，那個是性高潮。
同埋佢中唔中意男仔係另外一回事，亦即係講今日你真係好唔好彩，某日俾人雞奸，你俾人雞奸嘛？你係唔會同嗰條仔打茄輪噶嘛？但係你俾人雞奸嘛？哎，你俾人試咗，你有個性高潮，但係同埋你中唔中意男仔，可能我覺得係另外一回事。可能你 會直接影響，可能你會中意女仔，但係你希望有嘢吉你，即係嗰種咯。我係覺得會係咁啦。嗯嗯，啱啱啱。好，今次休息一陣。